本期讲解一个利用奇闻异事视频啊，撸视频号翻成计划收益，每天只需要一个小时，小白轻松上手的一个项目。视频号项目是一个小白可以玩的副业，非常简单，一小时上手啊。目前很多人找不到赛道啊，我们做的这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啊，就是奇闻异事，国外奇闻异事项目，收益高，可以矩阵操作。课程包括这个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、变现方式都详细的讲解，一共是四节视频课，四节视频课，尤其这个实操200多张，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简单的项目，需要长久坚持啊，强制坚持肯定能赚到不少钱的。这项目资料全部都有，收益图、软件啊全部都有，交互工具箱啊都有提供。如果想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奇闻异事视频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